全台最大的桃园航空城都市计划安置住宅将在三月底抽选屋顺序签，但是不少搬迁户反映至今尚未收到通知信，甚至子女打电话告知才知道消息，至于政府效率慢半拍。桃园航空城开发计划影响大园区无数的搬迁户，居民除了要求政府给予合理的补偿，也殷切期盼尽早入住新家。按作业期程，安置住宅将在三月底进行选屋顺序抽签，但是许多搬迁户抱怨，到现在还没有收到通知，甚至还得从网络或子女口中得知抽签的消息，质疑政府效率慢半拍。地前两天才说你的地是在什么地方，来点给我们，但现在我还没有去卷，不知道还在等到何时何日才能搬进去住。28号要抽签的，今天还没有收到公文呐、啊。但我已经75岁，我那个房子盖好，我不知道住得住还是可以住进去住，还不可以进去住还不知道了。据悉，万劫获民众陈情，立即向桃园市地震局反映，要求相关单位上紧发条，不要让搬迁户的权益受到影响。那在今天呢，应该大家都会收到。而且呢，市政府在今天啊，都会陆陆续续跟礼拜一都会在一一打电话给这500多户的所有的这些民众，这些都是符合资格者啊，资格者才通知。地震局表示，目前通知信已全数寄出，并会一一电话联系，要确保每位搬迁户抽签当天都能够前往现场捍卫自己的权益。